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我就是陶渊明笔下超凡脱俗的菊花，不仅长得让人赏心悦目，内涵更是让你流连忘返。我体内的黄酮类化合物是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有效成分，还含有挥发油、多糖、氨基酸等化学成分，可治疗高血压、急慢性咽炎、溃疡性结肠炎等疾病。久坐办公室的白领妹妹每天泡上一杯，明目、清火、防辐射，而且我还可以烹饪成美食哦。菊花粥，将菊花去蒂阴干磨成粉，大米煮成粥后加入菊花粉10到15克，沸后即可。经常食用有疏风热清火之效，可治疗高血压、冠心病、头痛目眩及风热目赤等症。